遇见你之前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懵懂的小镇女孩小鹿与相知瘫痪的老板威尔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挽歌。原著故事过于催泪，影片在改编上有所缓和，反而效果更佳。艾米莉亚的表演值得称赞，虽然有时显得过于呆滞，但还是能感受到角色的真诚，充满善意且制作精美的催泪爱情片。即使其中一位主演的演技拖了后腿，两位主演的表演都太过激烈，让人感受到强烈的化学反应，并在冒险中不得可爱。这部电影以恋爱电影的外观，实际上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如老话，人不可能什么都如意。你可以是富豪，但可能你并没有自由。Show him how good this time can be. 你可以很自由，但你很多东西并没有回应。萦绕在我心间的困惑是威尔可以不要去了结自己的生命。瘫痪前的威尔的生活像是加快运行的马达，速度过快，享受着刺激的乐趣，认为人生就是挑战。可是当车祸逼停宕机他的生活，他仿佛坍塌了，完全不承认这受限的人生。如果他能够接受这不能动的现实，他会不会更快一些与露露一起探讨轮椅上这不同于记忆高度的生活，会不会迎来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感谢您的观看，欢迎小伙伴在下方点赞留言，我们下一期再见。